就是喝了嘞。来到这边唱这个歌是你的新的创作吗？对呀、啊。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参加这个的活动的心情？心情当然是很不好啊，对台湾整个现在的整个社会氛围都很差嘛，经济情况也很差。对，但是是谁造成这个结果？看起来应该是政府啊。那我们作为劳工的，当然是觉得台湾如果是再这样内耗下去的话，是一个办法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出来有一点声音的话，我觉得最后台湾会被牺牲的。就是。好的，谢谢你接受访问，我是公民记者华杰宝宝。